穿白色斜肩礼服，一人张君宁亮丽现身，为日系空调品牌站台，分享到自己因疫情宅在家时间变长了。我们整天待在家里，那你呼吸进去的空气对身体来说当然就非常非常重。调科技再进化，空调成为居家防疫环境舒适度一大关键。新机种除了外观大改款，健康科技也全面升级。日本洁净技术电离科技，搭配露水盘离子。 能达到长时间的抑菌，结合全新风道设计，让运转的声音减低到只有18分贝的极致静音。享受好空气同时，也能拥有安静居家环境。日本制压缩机更助攻冷气省电速冷，改善室内空气品质。冻结时间的功能，让室内的空气透过冷却循环的过程，持续呼吸道好空气。我们也针对台湾相对湿度全年达80%以上，冷气结合清净型除湿机，空气清净机建构成空气净化网。引进创新科技与日本工艺，解决冷气内部清洁问题，提升居家幸福感和保护力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 好，请问大家都已经确认好有捕捉到画面了吗？我们中间下方这一张。